평탁축곡기물색화아랑또확랑촌견료각묘기적당시상주사이확랑가신에화음캥방이세락지명리퀴이가곡게상주도아이기곡훈시물색가아랑쇠人们爱以本国为人们爱家国，为人们升起一念个祷国。人们应奉行以色列法经，本国十号，人们每人就家族准备一只羔羊，一家一只。若是谁家庭吃不了一只，家长应甲附近个厝边按照人数。来做物准备，并照每人的食量来计算应食的羔羊。羔羊应是一块无残疾的羔羊，由绵羊甲山羊等挑选，将这个羔羊留到本月十四号。到咩时，以色列全体会众就将他们抬掉，各家却淡薄花，抹到自家厝家门上，好一咩爱食肉，肉爱来火烤，当无好饼。甲苦菜做物食，肉袂使生食，也是水补，是用火来烤。头腿甲内脏，拢总爱食了，一点也不留个另外一只。那是一早发有春来，就爱烧掉。人们应该就先食，那个腰爱白顶，脚爱穿鞋，翘翘弓长，慢慢个食。这是向上主修改如何做？这一面我爱招聘埃及国，将埃及国个一切头生。不论是人还是畜生，拢总抬死。对于埃及甲众生，我爱甲伊人处罚。我是上主，这回到人们所徛个处顶，当作人们个记号。我打击埃及国个时候，推着这回就行过人们个门。这个灾祸就未落到恁身上。这一日将是恁们的纪念日，爱当作上主的节日来庆祝。恁们世世代代爱过这节日，作为永远的法规。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今日个读经就到梅色专门丰富。以色列百姓先来准备要离开埃及。这阵人是呾梅瑟要求这个法老帮伊人走，但是伊人无变做先做，因为法老定定心眼啊，就是卖释放伊人。要搞天主就是。会用一个灾害来处罚伊人，一个法老就无变，只好予伊人走。照一个经文所答是法老卖予伊人走，了天主爱将伊人个头生个人甲畜生来杀死，就是来罚伊人啊。这个法老才无病啊，让伊人走。了，这个这段这个梦段，
就是爱准备伊人爱离开了，就爱买买食，了就爱白药，就爱穿鞋，就爱赶赶，就是呾无时间咯，就爱机会一下到就就爱走咯。了阿峰会人呾后摆伊人就爱逐年来纪念即个日子。即个出国记就先生将天主帮助即个西伯来人做伴来对付即撮埃及人。其实这是西伯来人伊人家己个思想啊，伊人以为天主是伊人家己个啊，毋是别人个。天主保佑就是保佑伊人，天主救是救伊人家己。了天主对其他个人呢是无留手。这些个思想其实是毋对个，同时人知伊人愿意离开埃及因为到迄个无边徛落来，这是事实。但是用天主个名搭天主使一个法轮圣言啦，搭天主专门来用即撮物件来罚即撮埃及人啊，这拢拢是无影个啦，这是伊人识别来咱家己个思想。但是，次要的一点，就是伊人相信到伊人有将离开这个埃及，是因为有天主的保佑。咱家己在咱的生活当中，也是有遭遇着不确定的这个困难灾害所以，咱虽然无变妄创明白。即撮事，做你会发生，做你会出生，做你有即撮人，做你有时或者有人也来害人，有人也来逼人，就是，咱无变妄想会明白。但是，有一点是上次了解，就是咱爱相信天主甲咱同道天主会赐咱智慧甲力量。了，咱也莫小得爱求天主来。对咱个仇人啊，还是甲咱敌对个人，做你咩求天主发因人啦，还是天主做你个，这咱莫想。咱是想咱做伴，咱需要天主个恩托，咱需要天主个保护，咱来求天主，了咱相信天主甲咱同道。上次了解咱莫想到天主是咱家己个一点，或者天主对咱家己好，对别人都无好。这些个想法是毋对个，感谢大家，天主祝福你。